会宁时间赵无极07:06:85。这是会宁时间第一次介绍赵无极先生和他的作品。这部作品呢，我是在巴黎的菊园美术馆的临时展览上看到的。这个展览的名字叫做左手东京右手巴黎石桥美术馆馆藏展，持续的时间呢是从2017年4月5日到8月21日。赵无极先生是华裔法籍画家，我们看到哈，这个作品的名字呢叫07:06:85，事实上呢就是85年6月7日。赵无极先生的许多作品是没有题目的，有些呢也仅仅以创作日期来命名，就像这幅一样。他目的呢是不让观众受画面以外的因素影响，而是直接的面对画面，给观者以充分的想象空间。这呢是赵无极先生在80年代以后的作品，他比较注重画面的调和，色彩也更为流畅。会宁时间，法国巴黎。